鲍鱼刺身。那不鲍鱼刺身吗？嗯，不鲍鱼刺身吗？给我整懵了，还挺好吃。啥事啊？你听。嗯，是不是挺好吃？咬嘎嘣脆呀，不吃白瞎了。这鲍鱼呀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种啊。好不好吃吧？老贵了，死贵呀！这期花了，花七十多块钱，花我七十多块钱。这鲍鱼个儿不小，是不是？嗯。咱吃这方法还不对呀，他刺身咋这么硬的呢？我看人家吃的挺软乎的。家人们，这鲍鱼吃的是不是挺软乎啊？都我们这我做的咋不这么硬的呢呀？啊？不行，炖土豆吧。吃这个，嗯，这大。我买的鲍鱼吃不行，哎呀，这个软乎啊，可挺脆生啊。哎，吃这个。这个软乎，是不是我杀的原因呢？没杀好啊，这个、软乎是不是？嗯，嗯，这回开宰了。还行，挺鲜的。我刚才我吃这个，嗯，挺鲜的，挺脆的，嗯，跟吃脆骨似的，是吧？嗯，脆骨，脆骨可比它便宜多了，这一个就能买一斤脆骨，吃吧，逗你玩呢，逗你玩呢。点进的家人们，给我俩来个双击，来个关注啊，感谢啊。不知道什么品种啊？有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？评论在下方啊，老铁们啊啊！什么品种？哎，我的妈呀！挺大的。